岳父叫我爸了是吧？已经是。你改口了。叫了八年了，从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叫了。第一次见面。你也过分，刚认识管人叫爸呀，甚至不认识他女朋友之前啊，然后就管人叫爸，然后这老头说我爸。小白，那你第一次去的时候带什么东西吗？带了。什么？我是给岳父买了一个他喜欢的车。车？第一次见面就送车？玩具车，玩具车，玩具车，送一车模，这孩子也太怪了。哎，你送一成年老头一玩具车干嘛？我没明白。不，我岳父很有童心，他有一个书房里面有个柜子，全部都是汽车模型。这都是你爱人告诉你的？对对对，我得问啊，问有什么什么喜欢这个喜欢那个喜欢这个喜欢。好，当时车拿出来之后，岳父说什么？岳父说：“快把遥控器给我，我要玩了。”然后哎呀，滋。但真的岳父很开心，他马上就带我去看了柜子里面有多少车，然后带我放了进去。啊，说明真是喜欢哈。对，是真喜欢的。